晚安。僕は今無口な空に吐き出した。晚安。孤独という名の雲、その雲が哪个东西。好久不见，偷补妆一下。大家好，小雨晚安，阿正晚安，洛里晚安，易凯晚安，大家晚安。这是 AKB48TPP50， 每次要自我介绍一波。Steven 晚安，晚安。等等，我们的 Only Today 的 MV 上架了，我头发好炸。其实我自己本人都不太知道是什么时候会上架，所以昨天我也是惊喜知道原来上架了。晚安，大家晚安。很突然 ，MV 太香了吧，夸张，夸张。来吧，今天就在接收大家 MV 的 report。各位有没有到 MV 底下留我的名字？快，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立即马上。现在立刻 right now， 前往我们的 YouTube 寻找 Only Today 这个 MV， Only Today， 然后上面留言，可能讲些我的好话之类的。我要自带动粉丝自肥。晚安。大家晚上好。你塞多少鸡腿给摄影师导游？还没有嘞。已经留了，谢谢阿赞。有看，我有看，我有偷看下面的留言。对，嗨，柏林涛哥晚安。快点，现在立刻马上前往去观看我们的 Only Today MV， 有没有很惊喜啊？有没有超级惊喜的各位？关于 Only Today 的 MV 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觉得超级惊喜的。感动的，对、啊，很开心，谢谢，就是这次给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就是给 Under 们一个机会，可以让大家一起拍个 MV， 正式的 MV 这样子，大家都很可爱。发现就是那个摄影的名字跟我的名字一模一样，这很好笑。就是有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关于那天在拍摄的时候，那现在可以跟大家就是 report 一下我们那天拍摄的状况，这样应该够我们讲一个晚上这样子。希望我可以长篇大论讲一整个晚上。赶快去看 Only Today MV， 我现在去看，各位马上监视。我打成 Today Only 了，等一下。有没有看到我们 MV？ 很可惜耶，昨天就是突然重新上传，然后我们的那个本来破一万观看，然后现在又要重来一波。好的。耶、yeah。对啊，我 MV 身旁都是小乐乐，快看我留言，留言，留言哪里？我要看。他好像不是按照时间显示留言的，
心情真好。看到了，谢谢大家。我看到一分钟前的留言。你不生气吗？我还没看到土豆呢，我刚刚看到 Loli 的，可是一分钟前柏林真可爱。哎，看到了，等一下，果树，我叫你来留言，不行，不可以这样讲，哎，不行，我会被那个，对，会被发现，我不能让人家抓包。之后会发很多新照片，大家可以期待一波。当然能清楚看柏林看一波。明天是 mini concert， 然后对，今天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今天可以讲 mini concert 的事，虽然不可以剧透。大家今天看 mini concert 的感想如何？今天有趣吗？当然我传了很多照片，就是 MV 那天拍完，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就一直很想发，可是说要等 MV 出来才能发。我们其实有拍一个现实动态，就是大家有在穿那个，就是里面不是有，就是大家自己的私服嘛，那一幕，然后就是那套私服，就大家有一起拍一些现实动态。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快圣诞节了，然后因为我们圣诞节前去拍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发个圣诞快乐现实动态，结果姐姐说好像要到过年左右才会发 MV， 所以我们就变成圣诞节的 MV， 就是可能我们圣诞节的现实动态可能会给大家迟来的祝福嘛，这种。我看到国树，快！你现在赶快改成柏林称赞的贴文。我很喜欢最后一段，就是大家一起跳起来的时候，然后喷彩带那个地方很厉害。你知道那个我们跳很多次吗？我们已经收那个彩带暴击很多次。Jimmy 晚安。因为林家庭拿花篮彩缎带贴在身上，没有，那是那个衣服上面本来就有的彩带。对，就是说个实话。谢谢 Jimmy 的 Love， 谢谢。对啊，很可爱。但是我也觉得很恐怖，我也觉得很怕爆。就是明天的话，毕竟就是有什么我们也不会知道，讲真的。到底有没有惊喜？不知道，大家来就会知道了。明天的没有，只有夕阳没有惊喜。因为有惊喜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跟你们是一样的想，一样的心理的状态嘛。我不敢想太多，我不要想太多，好恐怖、哦，不要，我们不要想太多。我们明天就是快乐 mini concert， 对，不要太有什么，赶快把 mini concert 的这个着力拉过来压压惊。好了，重新留言了。你留什么？你直接告诉你留什么。可爱的是哟，可爱的是哟，可爱的是哟。明天换我开直播，明天好，明天国树开直播，大家赶快去看，记得去看国树的直播哟。柏林好久不见，立新好久不见。可爱的是哟，不行，大家有空自己去看就好。为什么要这样子卖关子？
嘟嘟嘟嘟。我们那天拍 MV 就很好玩，因为大家真的都在玩。你要来道别了？为什么？几点啊？这真的要去看吗？还问到几点？对啊，几点？不要跟我 mini concert 冲突哦，不然我们的粉丝还要被国树抢走。泡到晚餐吃摩斯台铁便当鸡腿卷，鸡腿卷感觉好好吃哦。可是我不能背叛摩斯，虽然我已经很久没吃摩斯了。国树台我勾勾，现在在炫耀吗？啊，当时忠实观众是不是？对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国树可以开一个 report 之类的直播这样子。小千晚安。看完 MV 后觉得歌曲名称应该是李同学在角落注视着柏林，就是老婆不在家，然后老公自己出去蹦迪这样子。全曲就是柏林与他的快乐后宫团之老婆不在家。一月后见，明天的飞机啊，你西诺想你哦。躺着那段也太美，真的吗？那小千有没有推爆伯乐了？现在我跟韩寒那段我很喜欢，我跟韩寒的那段，你不用任何语言，静静的陪伴在身边。韩寒很可爱，韩寒的那段超可爱，超胜利。我那时候看 MV 的时候，本来就是抱着一个就是啊好紧张哦这样去看，然后看的时候。看到那一段自己有那么大一个头在那边，我那有点吓到，然后吓完以后看到韩寒的头，我觉得韩寒怎么可以那么可爱，超级神仙耶。韩寒推昨天应该也暴动了吧，超级可爱。我就推爆，真的推爆。国树百万直播主耶，聚集各路二界的直播。蓝品君晚安。怎么感觉好像很厉害？晚上好。七七看到泪眼汪汪，被沙福姐姐提醒不要哭。为什么看到 Only Today 看到泪眼汪汪吗？还是看今天的 mini concert 的什么东西之类的？怖いですね。只有夕阳没有惊喜。他看 MV 看哭，真的假的？谢谢雨晴，为了我们感到感动。他感觉看着我们那群小屁孩，觉得我们终于长大了这样子。我们家的小孩子终于长大了。我不是小孩子，我是大人。什么国树真的百万直播主直接上首页那种吗？太厉害了吧。晚上好波妞妞，晚上好，你好。哇，那国树真的是完了，我们直接被国树压着打。哦，谢谢阿珍送的漫天风雪，还有阿珍送的带你去吉隆坡冰岛，谢谢阿珍的冰岛 Iceland， 那念吗？我怕我念错。我的英文中文非常的不好，所以应该各位不是第一天知道。请记住柏林的英文中文都不好哦。棒。我在看我们的官网。Iceland， 没错呀，耶嘿，英文进步了。对，话说今天不是学测最后一天吗？就是考完了，是不是？恭喜各位解脱！这边有学测生吗？
恭喜解脱，虽然我当初都不是考学测。柏林什么文最好？当然是日文啊。Konnichiwa。主播晚安，冲到睡公园晚安。学测考差了是吗？你不是已经大学了吗？指考生啊，人品君要拼指考吗？辛苦了，那要拼很久哎。现在放弃的话，暑假就开始了。小倩来骗，啊，你是指考生，哦，指考生，你是什么意思？不是啊，我搞错，哦，当初考指考的也是很辛苦啊，就是等到七月了，不是吗？人品君现在是几年级？怎么感觉好像高中生？我觉得英文超难耶，我那时候考指考考英文真的有被那个高中的英文吓到。手机响怎么会犯这种初级玩家的错误呢？还高中就觉得人品君感觉年纪很小。听听晚安。晚安安，现在在分享自己的成绩嘛？我是不会跟你们分享的。How are you today？ 应该回什么 ？Only today。绝对不是因为我不会。欸，不要让我没有台阶下，好不好？考什么英文啊？太困难了。喂 ，No thank you。喂 ，Sorry， my English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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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怎么能够国文社会都顶标，然后数学、英文都一直分？这个太厉害了。好 ，Only Today， 我们在讲 Only Today，Only Today 那个 MV 啊，就我们那天去拍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好奇的吗？关于我们拍 MV 的一些小有趣的事情分享之类的，就那个蛋糕吧。先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蛋糕，它其实有一角，就是那个蛋糕很漂亮，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带来的时候，不小心被我们撞到一小角，所以它其实有一角是坏掉的。可是我们用高超的技术，让它没有办法露出来。怎么没有学校念？乱讲，有学校念的。大安森林公园啊，不是，应该不是大安森林公园吧？它好像就有很多小熊在那边。拍很好，谢谢。看我拼命扶蛋，因为他们在那边玩，然后那个蛋糕感觉就快掉下来，我觉得超级危险。然后我就想说，万一拍 MV 那一天，然后就是蛋糕掉下来了，那会不会就只能用那一段了呢？这样有点太可怜了。坤坤晚安。我以为柏林会没有学校念，你们这些人给我那个，给我，知道怎么讲？你们这些人给我注意一点。看我现在召唤我的雷之呼吸第一式，就用蛋糕掉下去那一段。对啊，可是那一段这样用起来也太可怜了吧？那个寿星感觉会很傻眼。左拥晨晨，右拥瑞婷，好像很幸福。我在那个 MV 里面拥了很多人啊，很可爱。然后那天还有考试当天开直播啊，没办法，就只能要因为要一定要开啊，所以就选了那一天。我那时候超级不像考生啊，可是我在观播的时候真的都有在看书啊，而且又没在上学，平日就都在外面找地方念书这样子。不用，今天我生日，骗人，真的假的？看 MV 里面，我超可爱，谢谢平平。哎呦，突然发射。那时候头发就是刚剪好，非常的就是
塞扣的哦，长度最棒的长度，现在已经变有点变长了。可是那时候 MV 刚拍的时候是刚剪，所以就是非常赞的一个长度。差不多要再去剪一次头发，维修这样子。注意到伯伦一个点是吗？超完美伯伦，对啊，超完美。那个时候那个 Only Today MV 里面的头发真是超完美头发。伯伦可以亲我一次吗？真的生日 ，Go Pen。我本来想说可以去你的主页看，说你有没有写你的生日之类的。他好像比别人黑，不要提那个这些。我们看上半身就好，我们注重的上半身，上半身才是我原肤色这些，下面的都是晒黑的。可恶，我还以为站在瑞婷跟云爵的中间就不会看起来那么。帮你洗脑 QQ， 请拿出证据。靠 IG 啊，真的假的？真的今天生日吗？在 MV 里小小只很可爱，因为周围就是那种怡珍，然后果果兄妹，就大家都很高，所以我们看起来都很小。好，其实我真的也蛮矮的，157，谢谢。我想要162，可是应该不可能。我穿高跟鞋应该只有160了吧？就是 Only Today 那个鞋子应该有160。你是农政的今天生日，我有他比哦，真的吗？好，那祝你生日快乐。不是，因为你平常都乱讲，所以我今天觉得你在说假的。好，那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yeah。佩森晚上好，晚上好。Happy birthday to you。平常都乱讲是怎样？感觉平常就都会乱开玩笑，感觉就不是真的，感觉你会整我。腿挺黑，可恶！我要去买那种隐形丝袜，因为我太喜欢穿短裤，所以我每次腿都晒得很黑，很黑。谢谢世界。高跟鞋在草地会难跳，超级无敌困难，我觉得就是，你知道他会该怎么讲？你知道那种种田之前嘛、啊，要把土翻起来。把土翻松一点，那我们比较方便播种之类的那种，不是会用那个锄头翻吗？我们感觉那天就帮那个草地翻了一次，就是类似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的高跟鞋就是超级尖的，然后它就是一直插到土里，真的是快摔死！我翻船，脚翻船翻了两次。谢谢阿当的我来签到，谢谢。伯伦好伤心，什么东西？才不是欸，栗子看完 MV 还先，他也比我早截图，然后传给我。谢谢修改昵称送的爆竹，腿黑真好了，反正我不是孤单的。好啊，下一单有上签唱会来签名一波，我的努力，一定可以的。Believe in myself, yeah。我的镜头超多 ，yeah， 我也很开心。可以相信我是爱你吗？好，这个我可以相信。我以为他调了那个色调，我们看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黑。我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开来，然后再跟大家回顾一下。只是我可能要捧着电脑，可能会有点腰瘦。可以跟大家一一介绍。这样有办法吗？哎呀 ，Oh my god！ 让你看，根本就看不到嘛，根本什么就都看不到嘛。等一下哦，我可以了，可以了。等一下广告。哎，要怎么弄？哎，我看到我了，请看这边。我，哎，你刚有看到吗？他刚套了那个滤镜在我的脸上面，超级好笑。再次，哎呦，哎，没有特效了。
噔噔噔噔，这样子，超级无敌看不清楚哎，我会把我的电脑掰断了。那怎么才可以不要那么蓝？哇！好重啊！从容远你的冲动。调暗，那怎么调暗？超级无敌困难，没关系，我们就先这样。这，我的，我在这，看到我了吗？哎，多好！你看，我还这样捧着给大家看，荧幕太暗，这样子。我的拇指头快断了，谢谢。耶、yeah ！好，随便啊，先放着，不然我的手快断了。接回我的网路线跟充电线。林觉好正，好啊，都这样啊，小千都这样。波乐呢？韩寒，对，这幕也要给大家看一下。韩寒，只是就有点荧幕太亮，大家看起来都没鼻子。对啊，超美的。这个韩寒超级仙女，回到这里，正谢谢平平。回到这里，正谢谢嘉玲，嘉玲，春平立刻晚安，直接发射一波，我把那波当我星座布，可，你们看我开心到飞上天，可。只要有你，我在我荡秋千那边笑的有点好笑。哎，我荡秋千那边，荡秋千那边啊，荡秋千那边还中分嘞，荡秋千直接中分。神秘满满的波乐，波乐今天也看了很多次，我要传给爸爸。韩寒直接飞出镜，韩寒跟我说他可以荡秋千荡180度，我听他在骗人，可是他很认真的讲，害我在想说是不是真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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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来！接下来在抓谁没跳起来？有那种开头然后就从头到尾脚在原地的那个。韩寒说他可以荡180度，我们下次找时间验证。就是 TTP 都市，我下次拍那个影片，拍那个 TTP 都市传说系列，然后就是验证那些看哪个那个成员都喜欢讲说自己会什么，然后再验证他们到底会不会。180度很危险。我还问他说你会站跪翻坐跳吗？那是一连串的花式，就是荡秋千的花式，就是如果是小学就有在荡秋千那种就会很懂这种招式。然后那个什么韩寒就说当然会啊，站跪翻坐，可是他不会跳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就是我还是不要跳比较好，因为小时候就是小学会流行荡秋千然后跳下来这样子，然后我以前就是因为跳下来然后就把手摔断了，没有断可是骨折，就是在我4年级的时候，伯爸也在国外。对，伯爸明天早上回来，可是他明天早上回来刚好我明天早上要出门。小学有荡秋千？有啊，小学国小的时候有荡秋千，骨折就断，可是他是骨裂啊，就是
骨头断掉应该是整只骨头断掉，那才叫断吧。然后就是裂开，应该是比较算骨折。就是我跳下来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穿外套，可是我外套没有拉拉链，所以我的外套就勾到那个荡秋千，然后我就往后摔，然后我手就撑地板，然后就骨头就裂开，然后就那时候很痛。然后回教室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是断掉，因为我想我手还可以动。然后我下午在打乒乓球的时候，就是体育课，然后我想说怎么越来越肿，然后越来越痛，然后我就去看保健室阿姨，然后那保健室阿姨就说要去看，要请我妈把我带去看医生，然后要照 X 光，发现就是好像就是有骨头有受伤，然后我就很期待可以打石膏，因为打石膏就是很多同学打石膏，然后就会有同学在上面签名，你知道那个吗？就是打石膏在上面，然后大家就会在他的石膏上面签名，就可以留纪念。然后想说就都那么痛了，就给我一个石膏吧。结果没有石膏，他只给我挂了一个那个就是很丑的袋子。就是至少要有个石膏吧，就是给个纪念之类的。连石膏都没有耶，超难过。是什么东西？广告，谢谢。不要为这受伤，当然不会为这受伤，是想说都受伤了，那就来一个石膏吧。然后结果这还没有，看来是还不够。我现在就小心了，我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受过什么重伤了。那是伯乐人生最厉害的一个，骨裂想打石膏啊，感觉那个医生就是想这样呛我，因为我那时候问说，就是。不是不要打石膏吗？他就说你这样子好像还，他说你这样子还不用，然后我就，好吧。谢谢扎卡的爆竹，受伤了买意外险啊，我不知道，可能那是我自己造成的，算意外吗？打石膏蚊子跑进去无法抓痒，这是太痛苦了吧？石膏不是可拆式的吗？在哈喽。哦、真的吗？石膏拆掉会很臭吗？我是没有试过，所以不知道。对不对？面面也觉得你在骗人。我真的吗？闷很久，那好像听你们讲有点不太油。熟女是不打石膏的，本熟女现在宣布绝不打石膏。平常鬼话连篇，对啊，放羊的孩子。你喜欢会去看那个吗？就是 Love Live 的那个 Muse 回归。现在应该是正在 ING 吧，那个演唱会，好羡慕哦。到时候收个那个 DVD， 演唱会 DVD。忘记你是要去哪个国家了？你要去哪里啊？去那么久？我的个！回来就是英文胡乱，期待你是能回来，英文会变好哦。嗯，怎么回事？突然跳掉了，谢谢世界。对，今天四个团一起开演唱会 ，Muse 继 Final Life 之后又开演唱会，对，超级感动。Final Life 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了，然后现在2020年他们又回归，要开了新的演唱会。嗯，好想去看 Muse 哦。
可是我们都没有抢到票，所以就看不了。然后明天呢，我本来抢到明天的票，可是我抢错天了。就是他有两天的转播场的票可以抢，然后我都不小心抢到19号，然后我想到啊，我觉得我19号要表演了，那我抢19号干嘛？然后我就把19号票退掉了。你去澳洲吗？大家要出新歌了。我们祝你喜乐，可以平安归来。菲律宾，嗯，我想说火山，因为最近不是澳洲森林大火之类的嘛，我就想说，好吧，我最近太少看新闻了，与时事脱节。对啊，就是最近不是无尾熊好像怎，就是澳洲森林大火，然后无尾熊就被烧伤，然后就那个无尾熊饼干就有说要捐钱给无尾熊。会啊，会难过啊，当然啊。抢救无尾熊，无尾熊可怜。对啊，你们有看我那个吗？就是这礼拜更新的影片，就是我们在拍二单的 MV 的时候，我有买那个小熊饼干，虽然是很久之前，然后我把它摇成一颗球。再多一点 N95 口罩，那边那么空气那么不好。谢谢修改医生送的爆竹，谢谢。你在摇饼干，可我有成功，我有成功摇饼干成功。我有成功一波。对啊，你行动去了可以直接去看马尼拉的表演。你要转推了吗？你是 no， 不可以，否否。我希望明天赶快到来，我也是。期待明天的 mini concert， 我不知道这是第三次 mini concert， 那我们这次会不会表现得比之前好很多？一定会的。好快哦，时间很快，已经第三场了。我今天穿什么？今天穿帽 T， 我今天穿的很家居服。欢迎战士晚安。什么扎林什么？要看第三支播了，好开心。对啊，第三支 mini concert 又可以在大家面前表演了。嗯，可是我还是很紧张，就是关于明天，对，小紧张，你们懂的。明天我会很忙，一二三举不完，你也知道，在滴滴。嗯，什么？明天在 mini concert， 我已经在天上看你们。你是说你在飞机上吗？是说你在？他是说飞机上，他是说飞机上。对，大家不要，大家别惊慌，他是说飞机上，那个天上，不是那个天上。毕竟我们都是会下，我们都是大家约好要一起下地狱的，不是吗？在场的各位，所有人都想上天堂吗？你喜诺讲那么多地狱梗，他当然要下地狱啊。那万一小千明天出了一首歌，大家都上台，那你会举谁的扇子呢？开放抢答。送你们到门口就好，可以，就是大家善良的粉丝们可以上天堂。我全都指示哈，嗯。完蛋，妹妹也要加入地狱行列。但是我秘书的扇子。
为什么？为什么是台湾？小朋友在做选择时都要可以，可是 Bella 是第一名。对啊，上天堂才能看到天使的尾巴。没关系，明天不用上天堂也看到。你们这样喊他会不会真的？观众边会不会真的跑上台啊？应该不要，不要，不行，观众我会把他拦住的，谢谢。我昨天跟你们讲个很羡慕的事情，那你们会羡慕我的事情。我昨天跟瑞婷讲了一个晚上的电话，嘿。因为他放假，所以才可以这样讲电话。然后我们现在一路讲到半夜，超晚。然后我就想说，我们这样今天，因为我本来想说，就是我本来想说，就是我想要睡，我想要睡精致睡眠，就我不希望到了寒假我的作息就不正常。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早点睡，就看到瑞婷还在线上，我就有点跟人手贱嘛，我就问他说有空吗？要不要讲电话？他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讲到很晚，然后就我们一起睡到下午。我们今天睡超晚。瑞婷还比我会睡。我们在约出去玩之后，因为寒假就有时间可以带她出去玩。栗子哭晕没有？我昨天跟栗子有讲电话，可是不是半夜，因为那时候半夜栗子晚上要考，她可我昨天不是跟你讲电话吗？等一下什么我嘞？我昨天明就先跟你讲。什么都不约我昨天跟你讲电话，我昨天先跟栗子讲完电话，讲到晚餐时间，然后他，我总不能半夜十二点跟你讲电话吧？你不是要考试吗？对不对？对不对？帮我，快帮我，快帮我，快帮我讲话。我有跟他讲，我昨天有跟他讲电话，我两个都有讲到，只是瑞婷比较晚，因为瑞婷不用考试。对，和母汤都不约我，可是。没办法，因为我跟你出去的时候也没有约瑞婷。好了，聊天室留给栗子跟伯乐，完蛋了，伯乐。那被抓到什么？是啦，我是说。都没有约我出去玩，那是因为你要考试啊，你是学测生，想说你学测完我再约你出来这样子，绝对没有这回事。而且我们不是就已经在约要出去玩了吗？我们老婆不能太多，小千才没资格讲我。对啊，不然要下次约你啊，我不能一次约太多，不然会忘记。天哪，幻影战士应该不用改名字了。什么？应该把出去玩的照片传给栗子看，那我应该会被杀无赦。对，今天幻影战士今天没改错，鸡鸡。打哈欠打得你太用力了 ，sorry。明天带栗子吃宵夜赔罪，不能让栗子胖。宵夜是罪恶的。今天到几点？我今天到应该还会再一个小时。带栗子出去玩，栗子想去哪玩？不行，我们现在在那边讲，不就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吗？秘密之类似，秘密之类似哟。哦，昨天看那个，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我前阵子不是讲了说我很喜欢看一部动画叫《武道馆》嘛，就是神推上武道馆那一部，就是他最近更新的第二集。那我看第二集看到差点哭出来，我就超感动了，我就觉得他们太有爱了。秘密之类似，我刚才看超级好看吧，就是他们在走那个时装秀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很感动，这样子太真实了。
睡沙发，波哥没有睡沙发这回事，不行，波哥一定要睡床上。日本和奈奈前辈，只要睡马路比较 OK 吧？好歹让我睡个公园长椅嘛。睡马路是直接要等着被车碾吗？太难过了。默默讲晚安，加吉伞晚安，晚上好。就是他们家的那种高级沙发，那还 OK， 比我家的沙发还好。啊，前几年就是昨天吗？就是嘉莉要考试的前一天，是不是？我忘记礼拜几了。前天，就是韩寒放寒假，就是美玲跟韩寒前几天来我家玩。他们本来跟我约，因为他们是高中是这礼拜才放假嘛，然后他们本来跟我约说就是，晚上，他们说应该三四点放假，所以应该约晚上五六点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睡到中午，我要睡个饱饱的觉这样子。然后我就睡不到中午，然后李彩杰就一直传讯息，他一个早上一直传讯息给我，然后就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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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被他的通知吵起来，然后我就直接把通知关掉，然后我就继续睡，然后我就睡到中午。本来那天是只有美玲来，好像韩寒也有说他要来，可是我忘记他有要来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吵什么，然后我就关掉通知，然后我就睡，可是睡不着。然后我就起来洗脸刷牙，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起床了吗？”我就说：“当然了，被你叫醒的。”然后他就说：“哦，他说美玲跟我现在已经放学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过去吗？”我想说太快吧，我本来想说，就是因为。通常有人来我房间，我都会第一次来的人哦、喔，我都会整理房间一下，因为房间太乱。然后大概来过一次两次以后，来我房间的人我就不会整理房间这样子。可是美玲没来过我房间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整理一下房间。然后他们突然那么早要来，害我没有办法整理房间。我就说你们赶快去哪里吃个饭吧，等等再过来。然后他们就说好，然后我就疯狂整理我的房间。因为我帮美玲做指甲，然后他们就来了。别伪装了，我整理的很辛苦，我真的是疯毛起来狂整理我的地板，而且我还是一个礼拜没吸地板，然后就很多灰尘，然后还是没去过。你下次可以跟我，因为嘉莉都跟我约外面，所以他都没有来我家。对，都是他们主动说要来的，不是我找的，人都不是我找的。我要撇清关系，人都不是我找的，我只负责答应而已。今天的朦胧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是不是镜头脏掉了？看一下，有比较好吗？好像有比较好哎。然后，对啊，然后真的是他们两个就马上窝到我的床上去，然后还把我赶到角落去。他们两个睡得很舒服，他们直接在我床上开始睡着，然后我就被赶到边边角角去，单人床。对，他们应该是太脏了，对，它不是特殊的效果，就是我的床是上下铺嘛，我本来想说他们应该会去上铺。然后就我在下铺，然后就韩寒就直接趴到下铺去，然后美玲也趴到下铺去，然后我就只能坐在他们的脚前面，你知道吗？韩寒到最后睡一睡，还把脚踏在我肚子上面，无法无天。超级无法无天，然后我在玩手机玩一玩，然后他们真的睡死，他们直接两个真的睡着那种。然后我就爬到上铺去练吉他，然后我就练一练。我想说，我故意弹大声的，应该可以把他们叫醒来，因为差不多他们该走了。然后就腾腾腾的，然后他们就还是没起来。50收床垫哦，那个床垫我起码买不止50吧？对啊，我也觉得我的家越来越像胶囊旅馆。我就是跟那个要考大学的。那种外县市的成员说，就啊，如果你们来台北找不到房子，我可以租借我的上铺这样子，一个月只收你多少多少，然后你可以来住我们家上铺这样。因为我上铺都没人在睡啊，我现在拿一堆外套跟衣服。
看各位，你们要考台北大学的朋友们需要个宿舍。仅限可爱妹子。谢安努娜姐掌声鼓励。一个晚上应该不用到一张握手券吧，因为我们学校的宿舍一个晚上好像也才100多块还怎样，以前高中的宿舍。可爱妹子全部女装啊，女装起来一一通过。扎卡承认她是妹子吗？抓到。我们现在要争二期的时候就讨论过关于前往成为妹子这件事情，怕爆。所以他们是很虚假，是没有，就是玩手机，然后吃东西。对啊，彩杰吃那个，彩杰那天吃煎饺，吃那个就是水饺煎饺，他吃了8颗，然后他吃了8颗，用了3包酱，你懂吗？就是那个4什么什么8什么什么那个水饺店。锅贴店那样，然后他吃了4个锅贴，4个水饺，8颗而已，他加了3包酱。我说李彩姐你要洗肾了是不是？就是太多了吧？我吃10颗，我吃比他多，我只加1包就够了，超猛。我想说你到底在吃水饺还在吃酱，太强了。我现在在挑战这种吃法。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比较好吃一点。我谢谢阿正的梦幻烟火，谢谢阿正的梦幻烟火。因为煎饺嘛，因为听到煎饺话题嘛。难道阿正平常也都是2颗水饺，然后1包酱，就这种概念？这真的是喜胜程度了吧？神奇杰克，什么神奇杰克？洗肾一波，这样多恶心。对啊，我也觉得加太多酱，吃酱配水饺。对，他是吃酱配水饺。1颗锅贴2包酱油，听你在骗人，这太多了吧？你感觉拿那个酱的时候就会被那个员工瞪。杨雄晚安。对，那是吃酱配水饺。啊，好饿哦，转个话题。太晚想吃水饺，可是现在没有开，开9点就关了，讨厌。但一定要酱油加辣椒。阿正吃辣，我不吃辣，我不敢，我从小到大都不太敢吃辣。我一直到现在也是不敢吃辣，对，我敢吃小辣，可是就是要配水，一定爱配温开水。吃锅贴要配摩斯红茶，为什么是摩斯红茶？虽然摩斯红茶也蛮好吃，蛮好喝的。可是配锅贴也太神奇了吧！我只能吃米汉堡配摩斯红茶，或吃薯条配摩斯红茶。哦，我喜欢吃葱，我吃火锅的时候酱会加葱，然后加萝卜泥。15分钟咳嗽 out， 咳嗽 out。谢谢哇，谢谢小雨送了好多爆竹，谢谢。嘣嘣嘣，各位。各位，请问平常都吃什么？吃什么酱啊？有人能够超越李彩杰的加酱标准吗？谢谢小雨送的康宁福，谢谢。谢谢小雨送的爆竹，谢谢小雨的康宁福。哎，要过年了，一切超快。谢谢小雨的星座打 call 加520，星座打 call， 我怎么感觉就是很多很有既视感的礼物？身为国师，收到星座相关周边就是非常的有感。火锅店家有葱，我都会挖半碗。我不知道，我只喜欢那些火辣，不是火辣的好吗？不是还有红包领吗？应该没有，不好意思领，可是想领。哈哈，讲出实话了。
想说实话，阿不知道阿妈还会再包给我，可是有一天也想包给阿妈。可跟你讲，我们家很多哥哥姐姐，所以其实阿妈不缺我的红包。我不喜欢沙茶，我也不喜欢吃沙茶，可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吃沙茶。晚安，谢谢阿正的爆竹，谢谢，耶嘿！不过现在走陷阱妹路线，对，我现在照片都要走陷阱妹风格，全部走一个黑色跟蓝色调。我希望就是我今年想要专心冲我的 IG 追踪人数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就是很多成员的排版都很好看，然后就是可以吸引很多外面的人来追踪，像品涵的排版就很好看。可是我应该比较没有办法拍出品涵那种风格，我就有拍，而且我想拍，就想要有自己的风格的版面，所以我就想要努力去经营一下这样子，耶嘿！不，谢谢阿正的梦幻烟火，谢谢。他的特效真的是超级迪士尼，迪士尼既视感。谢谢阿正的梦幻烟火，谢谢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伯乐，我是 Team TP 的柏林，欢迎大家追踪。突然好多人哦，大家晚上好。下 Hashtag 也蛮重要，对，我说我 Hashtag 不能太多那种意义不明的话。新秀第一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新秀小翅膀，他获得第一名，谢谢大家晚安。大家晚安，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柏林。出国之前想说这是我喜欢你，谢谢。快点，大家赶快去搜寻我们的 Only Today MV。我们 AKB48 Team TP 现在推出了新的 MV 的视频，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可以搜寻 Only Today，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MV 了。欢迎追踪我的 IG 账号，噔噔噔噔噔噔，谢谢，谢谢将军送的，谢谢 MV 素晴らしかった，本当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快宣传 IG， 快，我的 IG 在这里，还有一只小熊在这里，它躲在后面看着大家，我的 IG 账号。不过今年寒假的目标就是要多多推广我的 IG 账号，请大家寻找我的 IG 账号，可以追踪我的 IG， 然后会看到我就是分享很多好笑的东西，对，应该蛮有趣的吧。谢谢大家，晚安。这只小熊很可爱，对吧？躲在这边。晚安。晚安，大家好。挥手，小熊可以拿近一点吗？要看近一点，你要把它拿到前面来吗？它超级可爱。它是我的好朋友，我之前在北海道带它回家的。耶，因为它超级好摸的，它的肚毛非常的蓬松，都让我怀疑它是不是拿真的熊来做的，有点恐怖。我前几天查那个啊，真的有人在吃熊肉，哎，好恐怖哦！熊艾丽，我要准备一颗栗子，我想要一只，超级可爱。它是熊牧场卖的东西，卖的周边，我连那个标签都舍不得剪。吃熊肉，还有吃马肉跟鹿肉，很多很多动物都可以吃啊，好恐怖。说这次卡哇伊柏林，晚安，大家好，晚安，大家好。对，我们的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柏林，然后 AKB48 Team TP 是 AKB48 在台湾的官方姐妹团，然后我们主要在台北进行偶像活动，
都会固定在华山物美剧场有一个迷你演唱会的演出，像我们明天也会在华山物美剧场进行演唱会这个演出这样子，然后欢迎大家，我们有贩售现场票，所以明天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可以来看看我们，然后平常都会固定在浪 Live 开直播，我都是平常都是礼拜二跟假日随机一天，都是晚上9点开播，然后对我现在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广告，大家好。星が降る夜と眩しい朝が繰り返すようなものじゃない。谢谢据点的追踪，谢谢谢谢他追踪，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 IG， 我们有很多很可爱的成员，可是可以先来看波罗，可以先看我。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也有很多我们平常的一些花絮影片跟活动的影片，然后还有 MV， 我们目前已经出到第三张单曲了，所以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看我们的影片，然后想参加活动也可以去参考花絮影片看一下活动是怎么进行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务必来见见我们，然后我们的粉丝大家都很好相处，所以都很欢迎新朋友加入，所以新加入的朋友们就是不用，想要新加入的朋友们不用太紧张，因为我们的粉丝都很和蔼可亲，对吧？对的，谢谢。但我真的觉得我们的粉丝就大家都很好，对于新萌新都很照顾，然后大家常常会帮我们一起宣传，谢谢大家。暖卡在这，你帮自己取名叫暖卡吗？晚安。繰り返すような。萌新在此，阿正不是萌新了，阿正跟小雨都不是萌新，圈平暖男在这，赶快大家赶快说自己是暖男，快快暖雨跟暖正。欢迎各位萌新的加入，欢迎各位加入熊毛的行列，熊毛是我的粉丝名，欢迎大家加入熊毛的行列耶。我是萌新假期嗓，萌新假奈友，梦萌新假奈友，萌新是我，大家都是萌新嘛。小特晚安。耶，放着。文山郭富城再次，怎么突然有一个更加比较跳痛的一个？孙磊，谢谢小情人追踪，谢谢大家晚安。我是波乐。然后我是一个混血儿，可是我不会讲英文，我是台湾跟荷兰的混血儿，可是我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荷兰文，不用期待了，谢谢。谢谢金界大叔，谢谢 Only Today 的 MV 表现很不错，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对，我们现在要赶快刷起我们的点阅率。国叔睡着了。不是睡死了吗？快，现在才几点？起来嗨呀、啊！起来嗨！快，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久违来一下我们的那个 rap 环节了？可我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梗。有没有什么歌是有穿我的新衣？穿我的新衣，我很喜欢这首歌。我朋友推荐我去听的。不早，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多别人，我们可以开始乱。
怎么把你选择头疼，这里好像是在踩上油门。我只在副歌，对不起。你怎么是第四名？那你们要超过他。穿我的新衣，可我每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精心。穿我的新衣，可我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精心。超好听耶！我不会唱这个，这个要怎么唱？不会唱。戏腔吗？这个我听过施宝顺吗？还没有。今天唱歌里面的没气，可是因为已经讲一个小时的话，看看我们再给我一个副歌的机会，因为我其实有点怕唱错。对，我们直接跳到副歌。哎，有副歌。穿我的新衣，可是我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精心。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精心。故意装的快乐，我到这了，不要海哟。新衣，穿我的新衣，工藤新衣。请你拍到脸中心，就是你最时尚的新人。我不会唱这边。哦，这很帅，这个。明天不要表演迷你对啊，可是可以的。我觉得我的声音很低，比较适合唱这种歌。穿我的新衣，是我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精心。穿我的新衣，哦，每都同句。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精心。什么精心？我不会唱这个，知道怎么唱。穿我的新衣，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精心。嗨起来，来一个嗨起来！谢谢阿正男生一元棒，超好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嗨一下？嗨歌。辣台妹不行，我们晚安。欧丽图在这 MV 制服超看，我也很喜欢那件蓝色的，那件在我们那个什么 mini concert 的时候也常会出来那套，我很喜欢那套衣服，因为真的很好看。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小巨蛋的演唱会，那时候是正式成员穿那一套，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表演 UNI 曲的时候也都会穿到那件衣服，超级好看。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首不错呢。我们唱那个有什么歌是嗨，超可爱，我也觉得伯乐的发型很适合那首歌，自己讲。伯乐预感自己的发型很适合那首歌的衣服。嗨歌，寻找中。哦，听完 OK Rock， 你知道 One OK Rock 要来台湾吗？算是六月的事情。音浪太强，不行合音。
我觉得不错。听，看见感觉最吗？会不会太嗨啊？我们应该不会被检举吧？应该不会，谢谢。五大仙塔，不过很努力在争取自己的存在感，就毕竟不过有点小遗憾，就是没有办法成为 center 这件事情。呼呼，等一下，我没有开歌词，什么歌词？什么歌词？我要怎么唱？哦，有有有。英文不太好，我要唱日文的地方，因为我英文不好。英文不好，跳过，我这边弹吉他就好。絶対出る今日は嘘だらけ。いつだってあるのは僕の自信や不安をかき混ぜた弱よって強い僕。This is my mortality. Got nothing to say. もしも他に。何かを泣かせようこういうさ完全感覚中まだ僕のなさ We'll say it, we'll say it あればあるでいいや今は all night 不行我不能教他的 Yay 隔壁有个小朋友晚上好谢谢应援棒谢谢各位开起来，英文跳过，歌来的，快，英文时间。OK， 我念完了。英文就是要跳过啊。何かを泣かそうこういうさ完全感覚中まだ僕のなさ We'll say it, we'll say it You're 要怎么样才可以唱歌唱很亮吧超级厉害而且我女生就唱不上去了然后她男生还可以唱那么高他们去听现场好嗨哦 Oh yeah, oh yeah Yeah 超级厉害 Yeah 要一直练感觉就唱了很久要修，他快破亿嘞，在他已经9000万。谢谢，谢谢大家。虽然英文不断跳过，谢谢 One OK Rock 为我们炒热的气氛，谢谢。
好笑。我很喜欢去看演唱会，然后可以这样一直跳来跳去的那种，就是很嗨的演唱会。可是我们的演唱会好像不能站起来，对不对？就是听 TP 的演唱会不能，好像不太能站起来，因为会挡到后面的人。找下一首，滑一滑看到布丁的直播。明日レイちゃんだけロックな曲を披露。それはやめて。太有趣了，这一定会很好笑。他说，明天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就只有我，然后公布一首要唱一首 rock 的歌。唱恋爱循环，我要疯了！叫我唱那首恋爱循环，一定是因为栗子。我们听花泽香菜唱就好。花泽唱那个，他去唱那个中文歌，超级无敌标准哎、欸，超级无敌标准。我们唱有胖虎版的恋爱循环。我们跳痛跳太快吧，我们刚刚的歌不是还在 rock 吗？跳快，他没有日文的歌词啊，有了，我只会副歌。死ぬ気でいや死ぬ気でふわふわにふわふわるあなたが名前を呼ぶそれだけで十円かぶふわふわるふわふわにあなたが笑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笑顔になる神様ありがとう運命のいたずらでも巡り会えたことが幸せなの。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怖いですね。私のこと見ててね、ずっとずっと。开始奇怪的舞蹈。阿正狂怒了，阿正今天的运气很好哦。就是非常的波勒带来的水顺，哪一段啊？瞬間、時間、グラグラにグラグラるあなたを見かけたらそれだけで眩しすぎて。哇，怎么可以那么？这首歌太可爱了，不行。挑战キマグレ練習，我还不会唱这首，可是我可以听，之后学会的话。你也很可爱，谢喽。
他真的是超级无敌恋爱循环。我在寻找下一首。你有听过新的 Honeywork 的新歌吗？它是一首姐姐唱给妹妹的歌，超级好听的。它叫Wadashi no Tenshi。My little angel, very very cute。仙女妹的转型就在这里，这边就只有在这边才会偷偷转型一下。呼，聞いて、聞いて、私はお姉ちゃんだよ。遊ぼう遊ぼう、あなたまた喋れないのね。没有歌词，歌詞がない。理想を舐めちゃったもん。到着に着点なんです。平等にチャンスがあるから、負けるな私。あなたの夢は握って、私の夢は左。ゆらゆらと迷っても諦めない性格よ。泣きたい時は泣いて、笑いたい時は笑って、疲れたら休みましょう。困ったら相談乗るから、理由があるとすれば、あなたは私の天使。はい、这首也很好听。Do you know what I mean? Who? 听纸板的歌，来听乃木坂的歌。乃木坂明天要来，听一下。国色曲风太可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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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光はどこにあろう、僕を照らしてゆけよ。今天就来了，可是他不是明天才表演吗？这首本身就很可爱，不是唱歌可爱，哎呦害羞，害羞，不是害羞了。中文歌，唱中文歌呢？早上我去接机，大家去接机啦。早上飞机吗？哇呜！中文歌，我怎么会中文歌？我会中文歌都蛮久，都是蛮久以前的歌曲。僕を照らしてゆけよ。暗闇は。可是大家会害羞的，随时随地，现在也是。想抛开一切。大家晚安。幸せとは星が降る夜と眩しい朝が繰り返すようなものじゃな。很好听。Maybelline New York， 我的偶包尚未丢掉，默默的把它捡回来。繰り返すようなものじゃな。会いたかった、会いたかった、会いたかった、Yes。这首歌也好久没听到了。你们今天去听那个什么？今天第一场 mini concert， 大家听的时候应该有这首对吧？爱哒嘎哒，爱哒嘎哒，爱哒嘎哒 ，yes。好久没有这首了，刚刚看面面直播快笑死。Kimi ni， 有二级生唱，大家觉得如何？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首歌啊？很想念这首歌，对不对？我已经很久没有表演这首了。
然后那天是二期生有一次练习的时候，我们有去看，我们有刚好有看到，然后就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好怀念哦，好久没有去了，讲台语。啊，可是我不会讲台语。好利图代理，波波好美，谢谢。嗯，今日歌ったんだ。二期生のみんな。没有，就是刚好在旁边看，也没有到监督。幸せとは星が降る夜と眩しい朝だ。还有，不然叫佳丽教你，先教我英文吧，各位，我连中文都快讲不好了。我不太会讲台语，我袂晓讲台语，是这样讲吗？袂使啊，袂使，我袂使，袂使讲台语啦，袂使。最近就喜欢听三角的《空的地》你今嘛，欸，不是今嘛，今嘛是现在，今天要怎么讲？你今天有去现场吗？英文台语都好很好，我没有英文超烂的。台语瘦笑死，我的台语可能会很破，没有办法秀。最近爸爸的中文太好了，害我有点被宠坏。爸爸的中文金架洗太厚啊，结果就是害我太厚，有这样讲吗？太上高啊，阿爸上高。今哪里？哦，今哪里？我今哪里无去迷你空撒 ？Because， 我困死，睡死，困死呀！我困死呀！星が降る夜と眩しい朝が繰り返すようなものじゃない。突然音怪怪的，我不会啊，因为我不会讲。不要给我那个表情符号，那个流汗的表情符号，感觉害我超尴尬。慢慢学玻璃，好的，我会讲日文吧，我也觉得。今日行きませんでした。家で寝ていました。是吗？我是小台湾，但我日文能力也下降了。哎，对了，现在是19号，我看一下那个日文的成绩要公布了没？日检的成绩，他说月底。不敢看。现在算是下旬了吗？繰り返すようなものじゃなく。他说1月22号就可以看成绩了。1月22号。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呼呼。他说1月22号就可以寻找成绩了，太恐怖了。1月20号将会决定，我觉得不要告诉你们有没有过。他直接会影响到我，哦，有信心吗？当然有啊，明天我声音都抖成这样了，救命！1月22号，究竟柏林水逆的一年会不会改变呢？就此成为 N2 大大呢？柏林的日文能够成为22大大，高分锅要请鸡排吗？什么请成员吃鸡排好了，过完年再看。不行，我会很在意。我信不信我那22号早上9点就直接爬起来看成绩，好恐怖哦！希望水顺，来集气，就是最没有用的方法，集气。大家就是逃避现实的时候就会讲集气。柏林祭品文集气。是大家赶快，我今天的考试要公布了，大家赶快帮我集气，哼，集气，教大家怎么集气，这样子，哼。20号零，那他说早上九点才会公布，好
恐怖的事，就是感觉就是二十二号那天早上起来，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想到就是看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啊要看成绩了。呼，最近不知道能不能成为恩二大大呢？对，他高不高分？满分，请大家吃鸡排。那个日文很好，但英文不好，台和混血。对，我是假外国人。你们是第一天认识我吗？柏林是假外国人这件事情，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就我讲中文的时候，搞不好还有人觉得我是归国女子，并不是，我从土生土长，所以我的中文烂是天生的。鸡排什么什么制品们都有鸡排的份。You 的英文不太 good， I know it， I know it。归国女子不是海归女子哦，海归女子有这个意思吗？穷途猛进。其实这衣服是我弟的衣服，你们看这袖子这么长。要 A B C 枪 ，OK OK， 我可以模仿，讽刺一点的模仿。ユニカキ買ってくる、いってらっしゃい。明日頑張ってね、頑張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サジさん。不然的话，当然是完全不行啊。哦，我们就是非常的有这个自知之明，就是对我们的这个 language 非常的不好这个部分。也就是在我们的 English 跟我们的那个台语要怎么说啊？台语的部分就是有点非常的 terrible， 有点 little terrible。Taiwanese 不是台湾人的意思吗 ？Taiwanese。Taiwanes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 台语是同字哦，原来。Thank you， 你的答案，谢谢你的。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随便啊。啊，也是台语啊，好吧，通用，谢喽。不要别拿球砸我！你是说那个开头吗？你不用任何语言那边，真正英文是真的差，对，不要再公开处刑我了，谢谢。Thanks for your answer. Answer 是不是还要在后面加什么？你讲 answer 就可以了。English， 你用日式发音吗？我现在可以装日本人。谢谢大家的留言，谢谢大家。装外国人，外国人讲中文的话会怎么讲？谢谢大家的留言，谢谢。那你以前有没有回过爸爸的家乡？没有，我不讲话被你当外国人，为什么要模仿？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当台湾人，没有办法当外人的话，当外国人的话，我就只好当日本人了。大家好，就是尽量的咬字，我们就是不要卷舌，跳过卷舌这个部分。大家好，好可怜哦。嘉豪一直被打，嘉豪是谁啊？可以当韩国人要怎么讲中文？我在脑补，我的脑袋里面有没有关于韩国人讲中文的这个片段？暂时没有。可是我有韩国人讲日文，
阿里卡托库查伊马苏，韩国人讲日文真的就这样讲，阿里卡托库查伊马苏，他们很喜欢讲吐，阿里卡吐，库查伊马苏，こんにちは，僕，僕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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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句句是你的，我不会讲，我不会讲韩文，所以我没有办法做这一段。求嫩是吗？求嫩是我吗？求嫩柏林思密达还是柏林伊密达？不会了。现在好是谁呀、啊？打扣，开哥，欢迎啊！嘉豪心里苦，但嘉豪不说。嘉豪真的是蛮惨的，就是炮灰嘉豪这样子，炮灰，好好笑。柏林，你是偶像，我是偶像，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偶像。사랑해요，柏林。我以前小时候，我以前那个高中打工的那个店，就有一个大哥叫嘉豪。嘉豪是二姐，嘉豪很胜利，一直被打。看我，帮我想个日文姓，帮我想个日本姓氏。我现在要介绍我自己叫四个字的名字。我叫山本柏林。大家好，我是山本柏林，请多多指教，指教。今天开心看大家这里。我学校，我们学校日本那个日本学姐，我、哦、没有那个日本学姐讲中文讲太标准了，我有点不知道她是西野柏林。那个，然后就是他们讲完，通常很多日本的艺人，日本的艺人就是会来国外的时候自我介绍完，前面就是会讲很慢嘛，因为是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会讲比较慢，比如说我是柏林。请多多指教，然后讲完以后就会突然用日文讲一大串，超快这样子，懂吗？好，讲个小学小三美，不是小三美，我又很不习惯这句。小三美玲，请大家，我是小三美玲，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叫马米雷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然后就讲超快这样子。我根本英俊，这是什么超级自肥的名字？我是小三柏林 ，Only Today 的小三柏林。我是 Only Today 的小三，大家的小三美玲。对啊，柏林国不就是姓？可是没办法啊。我是柏木林，地狱柏林，我才不要这个名字哎。柏林这感觉是超中二，我觉得这个超恶。柏林游记，我是柏木林。大家好，我是柏木林。卡西瓦基雷德斯，有的是格雷西曼。就是讲超快的。木白林，不要倒过来就好，不要变白木林就好，谢谢。煞气插柏林，这已经不是日本人的名字了吧？森林麻婆豆腐，柏木林子，柏木林好赞，我也觉得柏木林还不错。柏木林，哎、欸，这个好中二，感觉好像我要帮风之谷取名字那种感觉。现在这是什么状况？我们现在开始帮自己取什么煞气也柏林，真的是煞气也柏林，这太丢脸了吧？这什么名字？柏木林子，柏木林奈。天哪、啊！为什么是局长？根本我哎、欸，我知道日本名字，我现在突然越来越跳痛。煞气柏林，卡西瓦基雷是常见日文名字，对啊，感觉就一定有人叫这个名字，好好笑。Mina 的背后自有名字吗？太奇怪了吧！认真，田中柏林，他超路人的田中林，
熊田凛。大家好，我是唯一支持木白凛。木白凛就直接拆开讲了吧。じゃないです。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他字叫做周末，小岛领壳。那我的这颗痣，我这边有一颗痣，这里有个超级小美人在这边，那我们帮他取个名字，你叫煞气爷柏林痣，战佛煞气爷乐乐颗至尊，至尊那种我觉得特别有感，小时候玩风之谷真的会看到这个字。关于至尊这两个字，感觉就是蛮像阿森朝会。阿森是不是以前常玩，很常取这种名字，是不是？然后我以前小时候就是玩一个游戏，然后它是名字不可以重复，就是你只能取一次名字，然后那名字还不可以跟别人有重复。然后我就取柏林，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名字跟人家重复了，就不知道哪个人偷了我的名字，在用我的名字在这个游戏生活、游戏世界生活，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个小，然后我的名字变小柏林，我就觉得超级好笑。不然就叫柏林0033之类的，或者是1234。虽然说我觉得很恐怖，就是我的名字被人家用的这件事情，那时候我真的是惊吓。然后我那时候很沉迷一个都市传说，然后他在讲说，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分身，然后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遇到这个分身，那你就表示你的死期将至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恐怖故事嘛，就是分身、分灵体这件事情，我到现在很相信哦。小柏林都比大柏林好，对啊，那我们现在就小柏林、大柏林都有人用了，然后我就取中柏林。还好都没遇到刘德华，你们真的是自肥、欸。那双胞胎都很短，双胞胎不算啦。对啊，你直接点破这个都市传说，下次遇到孔刘就要死了。是吗？你这些人，以后游戏名字不能……哎、欸，你知道我玩什么都不能取自己名字，很痛苦哎。我好怕郭富城遇到我，我好怕遇到桥本环奈，我会被那面面打死。我讲这种话。万一遇到阿诺的话怎么办？遇到阿诺的寿命就将至，谢谢。小粉朋友，先打死你 ，sorry。哎，谁都在那边郭富城啊。你要先学会滑皮筒，不行，做不到，都无法。我好怕遇到三下智教，你的智还打那个智日。你刚刚不是说你要当孔刘吗？你怎么又换另外一个人了？那是念寻还是念电啊？小丽电吗？还是伊甸园的电吗？还是那是念寻啊？好的，孙磊，我会记得你的那个最像郭富城的粉丝。看到金总，我要马上跳头就走，换寻吧。好，那没念错，对不对？太好了。坏掉了，中文真的不好。下旬的旬哦，对，就是那个旬。有看到了，那个官网日检官网说一月下旬公布那个旬。完了，超丢脸。电是这样，谢谢各位的中文小教室。要么刚才已经死，可以跟你的偶像一起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吗？我都被说像一些有胡子的艺人，那些胡子通常都挡住整张脸了吧？对，我的粉丝都是艺人哎、欸，光荣。不不不，中文小俏日，所以我们一起，看我们大家一起去日本一趟，然后我们就是粉丝死了一半这样子，就大家都遇到认，大家都遇到跟自己很像的这样子，好恐怖！哎、欸，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出门，然后就有一个跟我很像的人，那我就请他帮我工作，然后躺在家里这样子，
请他帮我上学。意识不到，对啊，这是双胞胎。我想柏林公布，其实柏林还有双胞胎妹妹这样子，好恐怖。然后生日血型都一样，直接复制人。请他帮李佳妮。天哪！晚安，冬娃娃、乔奈奈，晚安。欸，他这个大创卖的那个麦克风真的超像真的，然后他下面还有做这个连接的那个连接孔，可是他根本就不能用，我有试过，他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线路。对啊，那诗雅跟石原怎么办？每天都遇到跟自己一样，波乐复制人50收是吧？太少了，波乐复制人不止50。可以啊，那你怎么不要飞那么远嘛？难怪老师以为我是新来的，对，这是假麦克风，他连那个开关都有做得很精致，而且他才39块。平常练习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因为拿真的总比拿保特瓶还要像真的的感觉。现在这直播在 cover， 你说 cover 歌曲吗？用饼干当麦克风，要怎么用饼干当麦克风？这太神奇了吧！我是有一只真的啦，可是它已经被我，它已经有点被我操的快不像麦克风了。什么唯一支持一级生跟二级生？我是一级生 ，Hello， 我在这，大家我在这。玛丽竟然没有选上二级生，我好难过。玛丽在躲在柜子里哭，现在。帮玛丽 QQ 一下。对啊，之后也想要 cover 歌曲给大家听，希望可以用更正式的方法去 cover。有啊，明天二级生播了。其实我是二级生，我去参加二级生甄选这样子，如此边缘。还没有出道就上了海报这样子。欸，请问这怎么这边会有我？还一脸问号。我这到底是？欸，我来这。我可以重现那个脸。还要拨一遍头发是不是？超像。哈哈，好笑。不要看你怎么去世嘛。小心院长，小心院长，小心院长。模仿别人会不会下地狱啊？那个脸被狗仔拍到了。我会选所有人的表情。快，我们俩学完，然后再分享我们的 MV 趣事。有没有觉得比较好笑的人？我已经自爆我自己超好笑了。很多人的刘海都超惨的嘛。阿 K 这样，阿 K 的表情超 sexy 耶，你看阿 K， 阿 K 在这，你看阿 K 这样，阿 K 这样 ，Oh my god， 栗子在哪？栗子没有很好笑啊，栗子就这样啊。看的没有那么好笑，我要学好笑的，我已经学过我自己了，所以我现在来学别人。他阿 K 的表情超级，他神仙角度，他直接一脸就是 sexy 这样子。我就爱那个被口罩拍到的那一位，我很像那种辩论大会之类的。并不是这样子的。爱伯乐，谢谢拼拼，面面，面面，面面这样，
对啊，阿 K 就是很极优雅以及 sexy 于一身的一个优雅姐姐。完了，我发现数来数去最好笑好像只有我，其他人都还好。可恶，麦克风漏电，你都被麦克风电到是不是？反正零一零一的零一的还好吧，我看一下。零一的，是他的没有麦克风哎、欸，看一下，他的很正常，无法模仿状态。但是不，我没有他的可爱笑容，很会模仿同事，哈，当然了，都相处那么久了，还不会模仿，就是假朋友了。我会模仿小晴，我还是觉得我的最强。记下 Hello， 来个模仿林姐，林姐超好看，拍上。她的名字就超级好看，她的不好笑。她的一只手，然后她点微翘小指，这个角度大概这样，然后只露这边牙齿这样，好厉害！我下次明天 mini concert 我一定要摆个超好看的表情，然后就是下次才不会那么失控，就是下次出来的照片才会是好看的。模仿熊妹，熊妹，熊妹，我在找大的熊妹，熊妹的好好笑，熊妹这样，是吧？嗯，对对，好笑，精选集耶，模仿 diss 成员大合集。哦，你 MV 里面要开麦翘小指，超欠打，真的吗？你说像这样子吗？翘小指是我的有点习惯，我都拿麦克风我就翘小指，它很像雷达，会有安全感。跟大家讲个，跟大家讲个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拍 MV 的事情。就是我拍 MV 那一天啊，然后因为我不是要柏林嘛，然后就是在拍 MV 的时候，姐姐就是可能叫我的时候就喊，哎、欸，柏林那个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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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摄影大哥就跟我说，没有，不是摄影大哥，导演就跟我说，我跟他也是导演，就是有个我们的那个摄影，就是如果大家滑下去看我们摄影团队，就是 MV 的摄影团队导演的话，就会发现导演的名字也叫柏林。然后他就是想，就是每次只要姐姐。就是那他那个导，因为他们导演团队叫那个摄影师也是叫他柏林，然后他们只要叫柏林，我都会转头，然后我还会不知道他到底在跟谁讲话，想要炫翘小指，所以昨天那天 Only Today 的拍摄现场有两个柏林，超级神奇，就是那个导演如果要叫那个。柏林的话就说那个柏林，然后我就转过来说嘿，然后就根本就不是叫我，然后我就默默的再转回去。真的有复制人哦，可是他跟我的名字他不太一样，而且他是男生的，那个柏林是男生，我是女的，所以可见我的名字真的是很中性的名字，尴尬，超尴尬。我大概有两次吧，就是我们在拍那个对嘴那边。就是头一关路边，就是我翘小指那边、啊，然后就是那一段，他好像就是导演，就是有叫那个柏林，他就说，哎，柏林这个镜头再帮我对一下，然后他就说，我就回他好，我可是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在回什么，超尴尬。然后可是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在回谁，你知道吗？我就随便有人叫我名字，我就回好，然后结果他根本不是在跟我讲话，我应该叫他我的卡吉弗雷兹。好，然后我都不知道好谁，然后那个导演还傻眼了一下。然后我就意识到好像在叫另外一个，世界尴尬哦，谢喽。
对啊，派大星说翘小指比较酷。我就是一个习惯，就是对，就是什么都要回应一下，然后别人叫我名字我就好，然后根本每次更没在听那里。想要炫翘小指，其实有一集小海绵宝宝就是他想要变炫嘛，我很久没看，然后他就问派大星说怎样才可以变成酷哥之类的，因为他不想当炫咖。然后派大星就说只要翘小指就越翘越高就越来越炫，然后他们就整天这样子翘在头上，然后一直走。他们就以为在闹他，我才觉得我被闹，不会，我那天是很开心。对啊，本家有两位横山那个优惠要卖优衣裳，可是他们的一个是结衣，一个是优衣，可是还是很像念法一样。卡西惠子没有改，明年请大声的喊出卡西惠子耶！天灵灵，地灵灵，你们最喜欢哪个灵？玻璃，谢谢。新口版，娇娇晚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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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是时间选择要不要星座预测。我把麦克风拿来当按摩。天啊，千万别修罗场。总之明天的只有夕阳没有惊喜，请大家好好期待一下。我也很期待，既紧张又怕受伤害。朱君早安，早安啊，娇娇你好。对啊，超期待，我也很期待，期待可以见到大家，期待再听到大家热情的应援。明天晚上见哟，期待小火场周明。可是明天没有我，国树。书正波，你要选谁？那我都立马躲起来。啊，完蛋，乌美剧场没有地方可以躲。谢谢大家在下方为你打气，谢谢谢谢幻影战士，晚上好 ，Jack 晚安，好不 Jack， 好，那我来念吧，谢谢各位。今天第十名，哪个梦？噔噔，感谢康，本来想讲台语，放弃。谢谢孙雷，谢谢孙雷，耶嘿。然后我们的第九名呢，是我们的 L O W L E E Lowly Lowly， 谢谢。我们的第八名就是我们的噔噔噔暗红暗红。第七名是我们的2045年米粉的阿努纳奇，阿努纳奇晚安。谢谢，我为什么要说晚安呢？我有点腔调，对不起。谢谢，第六名是李佳丽，谢谢荔枝，谢谢。第五名，其实第五名跟第六名是同分。第五名，谢谢嫁鸡桑，谢谢嫁鸡桑，谢谢。第四名，谢谢修改昵称，谢谢修改昵称，谢谢修改昵称。第三名，谢谢阿当，谢谢阿当，谢谢耶嘿。第二名，谢谢小雨，谢谢小雨耶。一轮掌声加一个赞。然后第一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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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正，谢谢阿正，呜，刚好有个音乐可以配，谢谢阿正，谢谢各位，哇。明天 mini concert 见，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快乐的夜晚。我明天南板演唱会见，是吧？我明天不会去，我明天没办法去啊！我要去演唱，我要开 mini concert， 我不能去看南板。期待看到大家，明天加油！
我会加油的，谢谢，拜拜，明天加油，晚安，晚安，睡吧。加油，谢谢各位。